我们要先邀请了这个哈克乐团上台森林，好不好？掌声邀请哈克乐团。哇，他们今天要表现的曲目，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客家的风味哦。是，对。哈克乐团呢，是以创新歌谣的方式来呈现客家不同的风貌哦。那乐团呢，有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为主，希望他们透过乐团的表演方式，让客家文化年轻化，而且可以活泼化，再次重新诠释客家优良的传统文化哦。我们先来欢迎这个哈克乐团的词曲制作老师李贵胜李老师。欢迎李贵胜李老师，也是在我们客家界哦写了非常多很棒的歌谣。还有老师你好，还有呢这个编曲老师梁志新梁老师，欢迎志新老师。还有我们的音乐顾问陈维先 Vivi 老师，好，维先老师你好。是，其实呢梁志新老师呢跟陈维先老师呢两个人本身就有一个良辰吉日乐团呢，非常受到大家欢迎，还有自己制作 CD 哦。好，现场呢等一下小朋友表演完再请他们自我介绍，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哈克乐团，掌声欢迎。好听的歌曲，马给两位嘞。
什么歌曲呢？来跟大家介绍，歌名叫做绿茶油。绿茶油，大家刚刚有喝了一茶，对不对？对，梨茶香，掌声欢迎他们。太甘好，太甘好。Yeah.
哇，他们今天表现好棒哦！还有一首歌，是不是什么歌曲呢？歌名叫做。是压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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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哎，他们很棒。刚刚我们音乐放到别首歌，他们现场不用彩排直接来，对啊。所以要不要听他们再来的三个拍？来吧，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吧！三个拍。客家人的好客人哦，在这边祝福大家天天都幸福。那也请大家。
的期许，在我们每一场客家活动都可以看见所有的乡亲热情的参与哦。耶，谢谢大家，我是 Rita， 我是 Jerry 阿华，谢谢希望台大，谢谢，拜拜，晚安，拜拜，希望台大。好了，谢谢了啊。